Hello， 大家好，继续玩 Jump Force 啊！而家我哋去探一探 Beta Team。上集我哋见到个 boss 自己铺头啦，吓、啊，睇下路飞会有咩睇法先。よし、みんな集まったな。で、何なんだ？黒ひげの目撃情報が入ったって話だ。あいつもこの世界に来てんのか。どうもマッターホルンとメキシコという場所でほぼ同時刻に目撃されたという話じゃ。例のレプリカか。どちらにせよ黒ひげがベノムズと接触し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ようじゃな。偽物だろうと本物だろうとまとめて全員ぶっ倒せばいいんだな。嗱，唔通又複製埋黑胡子？经过一个简单嘅故事交代咧，呢度攞命啊，有排打啊，六个角色。第一个就系星矢啊，嚟紧呢啲咁嘅战斗咧，大家唔好奢望个古仔有咩特别出奇嘅嘢啦，甚至系无聊添啊，可以称得上。主要都系俾 fans 去感受下，同自己心爱嘅角色去战斗嘅啫啊！而家系坐坐去纽约揾下星矢。星矢，你搞到咁，点救雅典娜呢？成身黑气，哇！星矢冇配音之余，仲要冇对白，点点点咁样。哇！想捉住我头先，好彩啫。鬼步气功，避过咗，喂！助助帮手，再嚟！哇！我打赢佢啊！我劲过佢水星拳啊！喂住喂住喂住！喂，我行紧过去啊！我用一千点，边个赢呢？好紧张！系我食晒，我食晒！投机！哇！捉唔到，捉唔到！避咗水星拳，好啦，最后觉醒技，おとなしく食らいやがれ。タケミカズ。其实我都挺喜欢星矢的，见到星矢在这只 game 里面简直是行过一样，心有点痛咯，忍住忍住这样又撞埋斜，星矢失去了斗志。星矢有斗志的时候就一定是雅典娜身陷险境，除非你跟他说雅典娜就是死了，即管看看有什么原因会加入我们。加麻队的新人即是星矢啊？做乜嘢喂？其实我哋个女角喺Alpha Team 噶，过嚟啦，继续做晒所有任务佢。吓、啊，子龙都有啊？嗱，揾战士嘅任务咧多咗一个啊，本来六个而家七个，仲要救子龙。我自己觉得咧，子龙嗰个 TV 版嘅救圣衣系几靓。因为如果大家睇漫画咧，车田正美系冇画过呢个头盔嘅形状噶嘛，同埋个膊头嗰个龙爪咧好大只。今次我哋可以用星矢对阿子龙，喂，子龙竟然有对白，不过都系冇配音噶，唔好奢望啊，各位。越有希望就越失望啊！平常心玩啊呢只 game， 你睇下几暴力啊！三句唔埋就话要打到你清醒为止。好，是但啦，上啦！老真，喂呀，我嘢俾你打中，咁恐怖嘅、啊？捉你！系咁挡，系咁挡，冇大志，龟波气功。中咗，
切り裂けエクスカリバー。わかった。哇，真剑好用。オラオラ。決めてやる。ペガサス。ドラゴンサイヤ。聖剣。ペガサス。聖剣。水星拳。スキアリ。スキアリクタ。ドラゴン最大の奥義。ノザン。哇。中咗星龙霸。好的，算了，終わりだ。哦，原来我冇晒气，唔该就出唔到招啦。储翻啲气先。嗱，打飞咗之后坐一坐，跟住再 call 个龟波出嚟。俾佢唤醒伊啊！个八龙八咁短嘅，喂，大佬。帮我唤醒伊啊！リセット行け黄金の矢よこれが最後の一矢だ射中不是打醒他直接是打死他的想你一吉到咁入千日之战即是用回漫画里面的名言不过那时候是两个黄金圣斗士对战他会入什么队伍呢看来长官有线人但现在暂时不可以公布住诶，冇讲佢咩添，乘机奥义者，哇，拳四郎原来，佢识帮我哋点穴噶，大家小心啊！哀伤之力，为爱而战的觉悟。鬼步气功，再嚟三个型，正埋佢话正。天に送ってやる。佢唔过嚟，继续射佢啦！天に送ってやる。遅いわ。やってや。今だ。投机。呢招系叫托大脚。天に送ってやる。哇，坐到满晒啦。カメハメハ。行きます。やって。はい。もらった。天に送ってやる。じゃあ斩下佢先。今だ。我觉得太花了都是即是我玩那个都眼都痛啊即是看片你们会觉得怎样呢好了给大家顺便欣赏拳四郎觉醒技了我还没储够还要给他打行くぞ！もらった！絶対に逃がさん！倒我だ！完全に消え去ってしまう！未死？咩事啊？女哥出嚟硬几嘢搞掂，哇唔使拜我哋啊话，拳四郎喂，男人嚟噶。
跟住玩代理死神。我谂今次都系要揾阿黑崎一护啊，会唔会咧？真世界嚟嘅，死神冇可能系留黑嘅，真系黑崎一护。一路白书世界有冇死神噶？阎王我就知道死神我真系有冇咧？一时死唔起。好啦，惯噶啦，所有有型有款嘅角色咧，都而家变成咁嘅样吓，发晒毛嘅。受我哋正义一拳，咁就冇事噶啦，嚟啦！哼，佢啊，佢做乜嘢啊？撞龟波，远佢嚟打佢。大丈夫か？哇，整咗粒灵丸俾佢，但佢挡咗。食啦，今次。屈龟波算啦，唔好格斗技啦。嗱，咁样屈龟波。大丈夫か？又撞出嚟啊！灵丸。喂，我用灵丸，我射紧，我射紧。重击。我头锤打唔中，太近。剩翻嚟先系灵丸哦。喂，俾佢打两嘢先，我要草啊！得，够，喂，够啦，师傅，我讲得够啊！诶，真系啊！啱啱佢落嚟嗰嘢挡都冇得挡。呢个系烟花嚟嘅，佢好似好唔妥我哋，不过我系救咗你。他们讲的世界呢，其实就是每个漫画的世界啦。因为之前讲过啦，每个世界称之为 Jump 嘛。哇，今次到游戏王啦。地点是墨西哥，咦，他没有黑色气息的、哦、迪奥又来了这里的，不可以给他的。搞咗，突然间就咁样，头先好地地噶。哇，好恐怖啊！魔童追住佢，啊，终于打到啦！三个型。これが俺の切り札、オシリスの天空竜。要挡啊！行くぜ、オシリスの攻撃。我咁样都挡住啦 ，OK， 挡住。こっちだ。我都可以出个醒技。来たまれ。
虚武党啊，但系好似系咪啊？食咗啊！威波形再魔贯光十炮挡晒，三个形。喂喂，做乜事？喂喂，我俾人拮住咗，行唔到啊！捉住，你想同一招打我，爽啊！重击！喂喂喂，危险！要挡要挡，呢、這个冇得避啊！黐线嘅，咁大碌。やるな。しまった。行け。見せてやれ。攻撃。ハメハメハ。再用威波。游戏正喎，真系我想用一用佢。Alpha 队成员啦，正啦！志愿成为英雄嘅人，应该英雄学院啦。六谷九出都成身黑气啊！喂，嗱，佢系好想成为英雄，所以咧话俾佢知，我哋 J 军团系全部都系英雄嘅，佢一定入嚟噶啦。两个都系细路仔，有我哋冇留人帮手，同埋好似打嚟打去个场景都唔多啊！今次 Jump Force 好闷啊，啲场景又系呢个，同埋呢个红揿揿咧唔靓咯。我打中，重击，五人，哎呀，连倒啊！会用啲技能啦，我算远。咁螺旋丸飞走咗，我见到，我哇哇佢，系咁挡，我打你啦，哇，哎呀，俾人反击到，惨叫啊！点办好咧？求其啦吓，乱咁嚟。再嚟，我俾佢打一下啦。闪，再嚟个升级。呢但系睇嚟可能打唔晒喎，咋 ？K O 唔到。螺旋丸，透明嘅，追唔追到？哎呀，俾佢避过咗。唔好用呢个螺旋丸，你可以咧系咁放出嚟咧，喺个空间度好似放啲地雷咁样，放五粒。啊，唔系话，个对白少得可怜，打多只字都唔制。我的英雄学院系咪 MyTV Super 都有啊？定系Netflix 我唔记得咗，好似两边都有。
嗱，最后一个关键任务噶啦，冇魔力嘅人啊，呢关系索隆帮手。阿斯塔其实，我唔识啊，呢个真系黑色五叶草啊，但系冇睇过。投机。再出个龟波先，离远。追住佢打，冲过嚟啱晒。哎呀，我弊咁劲嘅，突然间。索隆。啱晒，我要行去中，打我，打我，我要中，哎呀，我想中噶，佢冇追踪直线嘅啫。差唔多啦，可以啊，可以，叫阿出个龟波先。三刀流，过嚟啊，啱啊，三刀流，我未死噶，真系好彩啊你。吓喂，佢有意识添啊，咁似咁得意嘅。不斩人嘅武士，我知边个啦，应该系剑心。呢个任务又系新加噶，即系。Total 救紧第八个战士噶啦，剑心都有把刀嘅，但系系逆刃刀嚟嘅，咁即系我嚟斩人嗰边都系钝嘅，斩唔死人噶。哇！拔刀术，有龟波去攻先。都系龟波最劲，够晒远。换人。投机，系咁挡，试下绝招先啊！喂，佢个闪技嚟噶，佢会唔会浪费咗啲啊？正方形，三角形，再打你，系咁挡条友，之后我哋可以用圆形技，啊死咗啊！黐线嘅自杀啊，走过嚟。我仲谂住流力错过醒技添，嗱，剑心就啱晒啦，因为我哋打嗰啲对手咧，全部都系红色立方体嚟嘅，
唔怕杀人。どうしたんだ。この俺と語り合いたいのかい。ん？黒ひげについて？俺も気にはなっていた。黒ひげは俺たちの世界で暴れまくっている海賊の一人だ。強いのか。ああ、うんざりするほどな。そうか。長官からの通信です。そこにいたのか。ニューヨークでマーシャル D ティーチ、通称黒ひげの襲撃が確認された。ベータチームと共に出撃してて。気をつけるんだ。黒ひげは目的のためなら手段を選ばない。偽物だろうが本物だろうが気を抜いちゃダメだ。系咪要打黑胡子啊？终于有翻场硬仗啦！如果系，誰にも俺を止められねえのさ。が、誰だてめえは見かけねえ面だな。やめとけやめとけ。おめえ程度じゃ俺を倒せねえ。せいぜい隅っこで指でも加えてろ。ぜははは。因为一打一啊，都好嘅，好耐都冇用过我哋自己角色啦。其实我都冇整过换过啲技能添，唉。其实玩针嘅游戏，我觉得即系用自己角色系冇乜意义，因为你玩得针咧，梗系想用晒所有主角嚟玩下噶啦，系咪？咦，唔系，原来可以用女帝换佢出嚟嘅，有。哇！傻咗啊，走去食咗啊！用龟波破咗你！哇！危险，走啦，走啦，但系再龟波，储翻啲气先。做咩啊？再嚟啊！唉，离远攻击你啦！佢嗰招又打唔到我。喂，佢大剑，我行过去食啊！大剑，哎呀哎呀哎呀，唔好，对唔住我，个龟波系喺大忌之前出咗噶啦 ，sorry 啊，黑胡子。哎呀！因为可以换人咯，够咯嗰个觉醒表。哇，冇懒散啊今次，哎呀 ，sorry 啊各位。死喺我哋嘅高踭鞋之下，系你嘅荣幸。いててててて、やるじゃねえか。だがな、この程度で俺は倒れねえぞ。じゃあ、真正主角出場だ。お前ら、待たせたな。おお、麦わらじゃねえか。会えて嬉しいぜ。わけのわからねえ世界で周りは知らねえ奴ばかり。ちょうど寂しかったところだ。黒ひげ、お前本物か。え、いきなり現れたかと思えば何言ってんだ。とぼけんな。お前もベノムズの仲間になったんだろ。ベノムズだ、知らねえな。それよりも麦わら、てめえの方こそどうなんだ。どこの馬の骨ともわからねえ連中とつるんでるようじゃねえか。海賊をやめて仲良しごっこでも始めたか。ぜあ、俺も忙しいんだ。あばよ麦わら。有几忙啊？喂，打咗先。哎喂，好快噶，就两三分钟打完噶啦。翻嚟。あいつは本物の黒ひげだ。一体何考えてんだ。好啦，今集玩咗，开头有八个，俾大家睇下Jim嘅故事系乜角色啦。咁之后就打咗场黑胡子添，原来佢都系坏人嗰边嘅。我哋都谂紧究竟佢系咪分身嚟？睇下集会唔会有好啲嘅剧情咧？下次见 ，thank you， 拜拜。